三号楼跟五号楼柱子钢筋没扎好啊，扎的挺好的呀。太密了，图纸要求20公一档，你扎多少？10公分，全返工重做。扎的太密了，就要返工重做，你这也太较真了。那是我的工作，必须按标准来。这肯定是工友们呢，一下看错了。再说了，这密肯定比锡好噻。来，抽根烟。你是在侮辱我是吧？图纸上的钢筋都计算过的。 多了，到时候压区的混凝土开裂破碎，你不知道啊？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？那之前呢，砸石都没砸，那混凝土一浇，不也一样吧？你觉得我经不起这种考验？之前你是没遇到我，遇到我就不能这样做。我跟你们郑重哎，可打招呼了哈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。你打，你现在给他打。哎呀，就算了咯。 经理，你们双十一都买什么了？听说99%的男生呢都收藏了拼多多的校园器，不用谢，聪明的同学都已经下单了。啊，怎么了？下次保证按规定。哎，小邓啊，之前有地方就出现这种混凝土破裂，房子快倒掉了，我负的这种责任呐，立马返工，以后再出现这种错误，罚款10万。这周扒皮是不是在这买房了呀？